今日我哋嚟呢个愉景情愿，唔会再教家园系统。点解？因为唔够钱，好贵。咁咧，我哋而家净系布置到一啲花花草草啦，嗰度摆咗个路灯啦，嗰度摆咗个鼓啦，同埋嗰度摆咗大堆嘅装饰。咁所以我哋今日就玩够啦，我哋去做主线任务。因为搞咗咁多日，我终于够咧去搞呢个主线任务啦。嗯哼，继续去读啦。上月谷，哎呀，声有啲沙，唔好意思。咁咧，最近就做乜停咗度？我咪喐咗啲掣。Sorry。系咪要靠我手动入去啊？唉，喉真系有啲唔舒服。虽然妖王已经俾人封印咗，但系封印净系可以维持三日。吓、啊，咁你哋之前系点长久咁封印咧？阿玲珑夫人，几位有咩办法咧？以我哋实力系唔会冇可能战胜妖王嘅。如果夫人愿意，我可以向竹山发出求援之信，想必。咁天下动荡，竹山也有自己的隐患，妖王之事都是靠你自己啦。我上月对此情况都有准备，早上突然留下五毒神谷之行，专用削减妖王实力。不过，夫人弊啊！出面那边出咗蛇妖啊！一定系有啲蛇妖趁住封印未稳定之前逃走出嚟，啱啱完成封印，需要调养一番。唔知各位可唔可以愿意？是我常意驱赶呢啲蛇妖咧，能为夫人分担是我常意人的荣幸。景云龙神，我哋走。如此甚好。关于五毒神功之事，等到了村中，你哋可以去找碧婆婆再做了解。冇咩事啊，我信移咗去呢度。蛇妖喺边？黑小琪，我要为小琪报仇。你应该系黑小琪嘅人，唔关小琪事。虽然小琪都是常义谷的人，唉，成日留低一些麻烦出来。不过技能很久，不知道是不是更新了之后，有些技能的冷却时间会久了。哒，我禁自动算了。救命！我哋咧就系整咗个家园咧，嘥咗好多钱啦。如果真系要靠完成任务咧，就赚钱啦。一赚够钱，我哋就再去布置我哋嘅家园啦。咁我暂时就未研究到家园系统咧，可唔可以即系话单期卡人入，即系你个好友入嚟你个家园，如果入可以咧，就互相参观啦，应该好好嘅。但系最好就唔好俾陌生人咯。好啦，同上二女子对话。哥哥，我上宫，佢为咗救我，被蛇妖包围咗。唔使惊，你同你丈夫喺边度分开噶？就喺祠堂对岸，几位大侠，你要救救佢啊！我求下你哋啊！哦，祠堂对面，呢个咪系上次小琪罚企嘅地方。小琪中意行走，嗰度又有蛇，唉，唔该烦。解救男士，一个男仔都未见过。唔系，嗰度好似真系有人。系咯，有个诶，可唔可以拎走嗰排嘢？好似咩唔知乜嘢男子啊，俾个挂机遮住咗。行前啲，我常二男子，继续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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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仲喺度复嚟，先上升啦。做翻七个跟不啲哦。唔好话我唔同你打气啊，我好人嘅吓。金不滴。呼，多谢几位恩公相救。恩公，你当我懒噶？我仲以为会死喺呢度，不必多礼。若是不是你夫人在道旁呼救，我哋都唔知道你喺呢度。仲有，我想问你一件事，你知唔知碧婆婆喺边度？我哋路上都冇见过佢。婆婆，我睇见几个常意侍卫保护着佢往村中去啦。哎呀，你个男人啦，男女不分嘅。
出嚟会唔会当咗你个老婆系男嘅咧？所以指嫁俾佢。的婆婆系玲珑夫人，等我哋嚟了解五毒神功嘅消息。唔知婆婆而家方唔方便讲嘢咧？五毒神功，唔通嗰个蛇要俾人放出嚟？唉，常意之难啊！跟住落，既然系咁，你哋就要听好啦。五毒神功系先祖所创，专门用嚟削妖蛇妖嘅毒功。修炼此功需要集齐毒蚊、毒狸、毒猪、毒皮肤，唔够掂。毒蝎五毒之毒，哇，好狠毒！点解你哋个祖先咁狠毒咧？系咯，点解你祖先咁狠毒？的婆婆，啲毒蚊、毒鸟，我就喺竹中见过。剩低个三谷三毒喺边度揾啊？呢个系五毒盘，五毒嘅神王都被先祖种下过禁制，只要吹到五毒盘，你哋就可以传送到五毒附近。既然蛇妖已经突破咗阵风，上边时间已经唔冻，你哋速速出发啦！先用五毒盘。哇！毒蚊之毒，毒蚊之毒，毒力毒，毒蝎嘅毒。唔系毒，啊！这个天气都要打二十只，啊，好闷啊，好闷啊！真系打到喊，真系打喊到，力力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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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力好力，啊！但我升级，我升级，我睇动，我睇动，我睇动，我升级，我升级，我睇动，我睇动。你搞掂啦，灵盘失效。奇怪，呢个灵盘点解冇用噶？唔係嘛，中咗一次啫噃，警喎，你冇咁心急啦，梗係唔會啦，你咁就說明咗另一隻毒獸就喺附近，笨警運，嘻嘻嘻，我唔係未嚟過水月谷，既然喺附近，我哋快啲去啦，你哋真係，唉，上月谷做乜嘢走啊？你過嚟化解一下分陣好痛，小騎同埋警運簡直都係前世仇人咁啊！唉。无奈呀，又要打，一个半呢个怪兽，怪兽配蛇配人，怪蛇人啊，怪蛇人，怪蛇人，乜唔系怪蛇人，怪蛇咩嚟？未听过，怪兽个怪，人类嘅人，蛇，嗱咧下半身系蛇，然之后有个人嘅形状，跟住好明显个头兽，野兽，所以变咗做。兽夜兽人蛇，唔系讲笑，睇打怪真系好闷啊！恭喜你，下边五毒盘，小奇嘅策略，你有咩策略？我哋而家揾到两毒。小奇傾偈，奇怪呢度點會咩都冇？唔通難道傳送出咗啲咩問題？唔係，一定係毒獸感受到五毒盤嘅搜索，匿埋咗。有辦法啦，我哋可以用火逼佢哋出嚟。火把，毒蜘蛛，蜘蛛受死啦！哎呀，都咁多噶，爆大佢先啦！迷蛛蟒之毒，蛛蟒边个系蛛蟒？佢交出蛛蟒，否则有怪我都见无穷。快点啊！快点啊！快点啊！我快线了呀，九分钟都嚟啦。而家好似吹紧自己，其实根本系自己慢，
但又喺度吹緊自己。啊，呢個就係豬毛啊嘛，豬豬毛，豬豬毛，豬豬豬，豬豬豬，豬豬豬，啊豬豬豬，啊豬豬豬同埋豬豬豬，豬豬豬，啊豬豬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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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快啲，同豬毛對話。福王大哥，發塔，呢班人好厲害，你唔係好多對手，不，我要為你哋報仇，佢死得好好人類。喂，玩夠未啊？有時限嘅喎嚇，仲有兩個識講人話，一早講啦，仲要我辛辛苦苦喺度配音，係慘到死，加段呢個篇幅，點解俾佢打到五十毒嘅？講好個毒力，講好個毒力，係搞到而家不知幾得閒。高油量比较晚闷多多次。这个杀不掉。加点嘛，复活，拼复活，拼复活，咪阻住。十一分鐘啦，超死啦！等住，專門唔可以好好嘅保護你，因為我幫你報仇。冇關係，我哋唔可以同生，但係今日同死，不枉兄妹一場。希望來世我哋可以輪迴成人，再續兄弟兄妹之情。我哋係咪做錯咗啲嘢咧？我都覺咯，阿小琪。小琪，咪多諗，上帝仲等住我哋喺度拯救你。小雪死了变成小花，好啦，我今天超市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得咪？好啦，拜拜，各位拜拜 ，OK。